时间介词 in、on、at 到底该怎么区分呢？大于天用 in， 等于天用 on， 小于天用 at。我们来看口诀速记：应年、应月、应季节 ；on 接句体某一天 ；at 要加时间点。来看看具体的例子 ：summer 夏天是个季节，大于一天。我们用 in summer， 2019年，大于一天，这里我们也用 in。Monday 周一等于一天，我们用 on。July 5th, 2019年7月5日是具体的某一天，所以我们也用 on。8 o'clock， 8点，具体的某个时间，这里我们用 at， 你学会了吗？